在住院隔离期间能做运动吗？确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人，在住院隔离期间还能不能做运动呢？其实轻症病人在经过医护人员的评估，获得他们允许的情况下，适当的运动依然可以提高您的机能抵抗力，有助于促进您肺炎病情的康复。但运动过程中要有医护人员在一旁看着您才行，万一您身体有任何的不舒服，他们就能及时的救护您了。谢谢。